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干嘛呢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钱包呢？把你赚的都交出来，快点！哎，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把钱交出来！今天我才是老板。老板，来瓶啤酒。好嘞，啤酒。您的啤酒，谢谢啊。老板，给我来杯橙汁。好嘞，橙汁儿，橙汁儿，给您找找啊。呀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橙汁儿。慢走啊，您。哎，站住！咋？钱都不给这样走是吧？啊！你喝霸王酒呢你？站住！这钱包是我的。啊？你小偷啊你！坏蛋！不收！妹妹啊，怎么了？我刚在店里收了100块钱假钞。给钱的人呢？早跑了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正在巡逻，等会我看一看。抽真瓜都不带火的吗？打不着了，谢了啊。哥，你快来！我马上就到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把情况跟我说清楚。怎么回事？下来一个小伙子，然后他戴着帽子，说要喝中华，然后放下100块钱就走了。后来又来了一个胖子，也戴一个帽子，上来就说抢劫，我就把那100块钱假钞给他了。人都微信付款的，没有什么现金。这两个人刚才我看到了，应该很危险。我现在出去看看，顺便换身警服。
您喝点啥？我来杯橙汁。好嘞。哎呀，橙汁。不好意思，今儿没有橙汁了。我发现一处可疑的酒馆，请局里面立刻派人过来支援。快走！老板，来包中华。50块。哎。哎，兄弟，有火了吗？这个中华都不带火的吗？找不着了，谢老。老板，来瓶啤酒。好嘞。啤酒，您要的啤酒，谢谢啊。走嘞。
站住！咋钱都不给这样走是吧？啊，喝霸王酒呢你？等一下，这钱包是我的吧？啊？咋了你还偷我钱包啊你小偷！坏蛋！不收！